警察能夠合作，必定係比較複雜嘅一個 case 嚟嘅。咁呢套咧，屬於係一啲賭波集團，即係攞啲歐洲杯啊，喺香港賭嘅。因為今次嘅拍攝，了解咗好多究竟賭波裏邊嘅操作係點啦，譬如話係馬會嘅 control 啊，個操盤係點樣，或者係外圍嘅賭波係點樣。輸死你班傻蕉！香港人每年輸喺外圍波度。 就已经输咗160亿。尤其是喺赌波，其中涉及嘅嘢，可能你冇谂过咁深远。佢哋背后其实系一个大嘅犯罪集团。所以，他背后牵扯到很多嘅东西，他是有一个系统化的去做不好的，包括杀人啊，或者是赚取别人的钱的这些事情。 因為我哋 ICC 好多好高科技嘅一啲可能追蹤啊、竊聽嘅一啲器材啦，甚至乎資料都好足夠。一啲咁多蛛絲馬跡就可以抽絲剝繭咁樣將成件案查翻曬出嚟。佢始終係一份文職，警察咧啲人會驚 ，ICC 啲人驚嚟嘅。就算佢查嘢都好啦，唔去到知道有危險咧，佢哋唔去攞槍。呢啲犯罪分子咧，牽涉到槍械或者對車嘅操控啊，都係強手嚟嘅。 咁所以 ICC 或者差人咧面临嘅危机都唔少。我自己个角色就唔系太危险啦。咁当然你话一啲开枪啊，咁啊必定会有。我弟弟就会比较危险啲，因为单唔单车，我哋用车去追佢，佢杀人咁样。庆幸就冇发生咩意外啦。比方说在很多车阵里面去钻嘅时候。 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是很刺激。每次都是很顺利的，大家都去做到那些事情去完成它。S 风暴好快就上映啦！ 今次我哋呢套 S 風暴，更加多嘅人物陣容啦，有好多動作嘅場面，好多飛車嘅場面，整個劇情節奏非常的快，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到時候一起進電影院去欣賞，希望大家支持 S 風暴。